我叫王清华，今年25岁，来自河北承德，毕业于天津工业大学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目前在天津爱思达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职，是一名工艺工程师，主要负责直径1米6和直径4米2的火箭整流罩的工艺研发工作，是团队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我从小就喜欢有科技感的东西，在上学的时候了解到有一种叫碳纤维的材料，当得知一辆碳纤维自行车的售价能买到一辆小轿车时，我很惊讶，这是我对这门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天津对新材料的产业发展十分重视，科研和就业的环境也非常好，所以我选择了天工大这个专业，目前也已经扎根于碳纤维复合材料这个行业，参与生产研发的产品也多次发射成功，我感到很骄傲，未来会继续在这个行业深耕下去。火箭高速飞行的时候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气动载荷的，通过整流罩我们就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卫星还有飞船。整流罩用到的材料都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它很轻，然后每一层预筋料也很薄，我们铺层的过程中要严格的控制这个铺层的角度，我们只有保证这个铺层角度的准确性，才能够保证我们整个罩子的一个尺寸的精度还有一个力学性能的强度。我们公司是天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和天津市首批冻龄企业。我刚刚入职公司的时候，人手不是很够，那会儿大家都很忙，身兼数职。我们作为工艺人员，一边要在办公室里做工艺设计的工作，一边经常要到下现场做一些铺层工作，甚至一些下料工作。得益于天津目前持续优化的一个良好的经商环境，现在我们公司人员已经扩充到了近500人。去年呢，我们也在东丽区区政府、华明工业区还有华明街道的帮助下，完成了总部基地土地摘牌工作。新的工作环境可以说是让人感受到是满满的科技感。天津对人才的引进和扶持力度很大，2018年的时候公布了海河英才计划，还有天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引进急需型人才的政策，吸引了一大批前沿产业的领军人才落户到天津。另外，天津市政府对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在我身边现在有很多大牛，清华的、北大的、北航的、西北工大的硕士和博士都有，另外还有一些是行业里顶尖的高级工程师。我在目前在这个行业是属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边学习边工作。刚来天津的时候，我从天津站走出来，正好是看到了有一个解放桥开启那个画面，我感觉很神奇，可能也是从那一刻我喜欢上了天津。我现在也在天津落户了，正在准备买房，我对天津这座城市的商业发展还是非常看好的。天津海河汇聚，由河入海，我就像海河中的一滴水，在天津造飞机、造火箭。我叫王清华，欢迎来天津看看。